昨天晚上7点钟，这个飓风开始过境，一直到现在，现在是下午3点多钟了，还风还是很大。这大风刮的，得刮了20个小时了，到处的都是被刮断了的树杈，据说不远的地方还有被刮断了的树，连根被刮起来，连根刮倒的，好多地方都房子檐儿都瓦片都刮飞了。我们家这儿倒还行，只是说停电到现在电还没有来，不算特别狼狈吧。你看门口的垃圾桶都没有被刮倒呢，主要我也是研究了一下它的风向和摆放位置。我老婆很担心垃圾桶会刮到天上去，但是事实上没有，还好吧，还好吧，就跟我小时候经历的台风差不多，没有那么厉害。我记得我小时候那台风一来的时候，就听见谁家窗户要没关，砰一声关上，玻璃全碎。还好还好，不是特别严重。现在已经天开始有点晴了，我觉得已经能见到一些太阳，见到一些蓝天了。我觉得这个风一会儿也就快停了。我儿子跑到亮家玩了，亮家几个孩子凑到一起相对比较好玩，要不太无聊了，家里又没有电。我昨天把后院 BBQ 的伞都已经收起来了，要是没收，这会儿估计已经飞到海里去了。反正我们家后院这大松树，我去拍一下Leo 家的蒲公英花海。嗨，申姐。你别叫我啦。他脾气还挺大。这刮是放倒的还是刮倒的？这是我给放倒的。对，还是刮的一个位了。对，他在当我们在当趟嘛。我看我那儿应该那都大路那都，哎，我拍你一段，哎，这小脸长得真可爱，这小脸。行，我回去了，你晒太阳了呢，我这，闻着那个韭菜馅饺子香味儿是吧？我儿子让他在这玩会儿吧，要不在家，这不在家憋着就找挨打了。没事，你就给他放回来呗。行，我先回去了。您回去吧，大风天。跟邻居聊了会儿天。我们邻里之间经常一起聚会，大家玩的还挺开心的。哎呀，还行还行，沈姐跟我说都已经清了，都已经清了，我这出来拍已经晚了。